不好意思，不知道要我介紹，咁我係叫阿凡啦，咁啊就係阿 Sam 嘅朋友嚟嘅，咁啊亦都係呢班同學仔嘅朋友，咁咧就簡單介紹下點解揀呢只歌咧，就自然就咁樣嘅，就有一日就同阿 Sam 飲茶，咁咧就講起一件事，就係話我係喺2008年參加一個香港單車旅遊會嘅活動，籌款活動嚟嘅。而家都好多單車旅遊會嘅朋友過嚟捧場，咁咧就聽咗一隻歌，係一個女仔，叫做名叫做李應霞，咁咧佢咧其實就喺汶川地震時候咧就斷咗對腳啊，咁咧就開始就彈吉他，就唱歌咁樣樣，就維生咁樣樣，好似話，咁佢有好多古仔嘅，你上網可以睇到李應霞係好多古仔。即係背後有好多故仔，咁咧就佢喺一個分享會，即係一個商業分享會裏邊咧，就唱呢只歌俾我哋聽，咁咧就唱得非常之感人。咁我佢唱嘅過程裏邊咧，就見到一啲你知我哋踩單車好多男子漢大丈夫都好似有少少眼紅，有啲仲頂唔順行開咗添，咁咧就非常之有感染力，咁咧就。所以就揀咗你歌，可能阿 Sam 就咁就我唔知道呢班同學咧就冇呢個感染嘅，咁啊大家聽過先知，咁我就唔夠大家咁多時間，咁咧就交俾阿 Sam 同學。我唔記得咗講叫咩歌名啊，咁歌名叫《隱形的翅膀》啊。Thank you.